分离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翻译难题，至今已经忘了到底英语还是中文才是原文。也就是说，原文和译文的界限因为译者的功力而不复存在。且不说是原文还是译文，还记得英语是 separate pair， separate pair。都说中国人不将离分时，因为分离与分离同音，我个人却从无此禁忌。接音，离开一个地方，乃是返回另外一个地方。